一样是附这个很有质感的这个，它是一个塑胶的这种琥珀色的。那当然你可以看我们卖场，它是绑的比较整齐一些些。那妞儿一直以来啊，我都喜欢就是把这种东西当成是什么蝴蝶结绑，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就很好看了。胸围的部分你不用担心，里面我没穿什么，我就穿一个小可爱而已就可以了。再来我觉得最漂亮的还是它这个梯形的方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因为呢它是宽肩带可以修我们的副乳跟就是夹口的地方，还有肩膀，它版型超挺哦，你们一定要带回家。因为呢你看哦，它做了好多好多的小细节，好多车缝线，看到了没有？如果这种西装裤好看看的，它就是做车缝线很多，非常的修身吧，屁股啊前面这边全部都修窄了。好，然后重点是后面的布料，有没有看到它的布料是很顺的，磅数也很够。再来有大家一定要有的蛮深的口袋，就是连身裤一定要的口袋，长度我觉得超刚好，而且它就是活动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。第一格跟第二格，如果你比较高喜欢裤子比较长的人，妞儿现在黑色就是扣第二格，很明显的我的裤长就降了一些，往下降了一些，有看到吗？刚刚我穿这一件的时候裤长是落在九分，还看得到脚踝的地方，就在这边。好，你看哦，它可以降一格，大概五公分，所以呢你们可以自己去做变化。好，黑色我也超喜欢，两个颜色我都有带，因为我觉得它 CP 值很高，我想要穿休闲比较长的感觉，或是想要穿刚刚九分裤的感觉都可以做到。